哎，您好，这个塘是您的吗？您是老板吗？你干嘛的？我钓鱼啊，听说你这里有百斤巨物哎。是的呀，我这里是有100多斤的。真那么大？那怎么收费？1400个小时。我刚刚刷的这个人怎么这么像你了？啊，这是你吗？这谁啊？钓鱼这么厉害？这肯定不是我呀。这不是你啊？啊，你等会儿，你先说那个我大老远来的，你给我便宜点呗，让我试一试。我看看，很像的嘛，这就是你嘛，是不是？到底是不是？是我就给你便宜点。是我是我真是我那个，确认是你啊，我看一下。对对对，那小娜，可以的，你给你打个8折吧。八折？对。啊。你去挑战一下，人不要拉下去，能钓4条就上岸了。好，那我去感受一下这巨物的魅力，然后那个钱转给你。你直接到那里扫码吧。扫码800，对对对，是吧？对对对。从我下班开始计费啊。对对对。好好好，走，那我去试试。怎么最近这么多女钓友到我这里钓鱼的？哎，你看这么多断杆，搁这吓唬人呢。我现在越来越激动，这里面的鱼能有多大了？赶快去钓位。钓这种巨物必须得用龙大物，巨物版呢，今天用7米2。看看这杆能不能定得住，线组是 PE 线，这么粗的，咱先试一杆，甩个大鞭，走你。我们再打点窝子，掀开两袋钓鱼王的双色打窝颗粒，把鱼聚过来，走你，走你。好，哇，这鱼，哇，天哪，哇！哇，好害怕！哇塞，终于了！什么这么大劲儿？哇塞！哦，这个力气好大呀，好像挂底的感觉。它根本不顺着我的方向游啊！那我杆子都弯成这样了，我好害怕，太慌了吧！我们上面来溜。哇，发力了！哇塞！根本薅不动啊！我来，天哪，好像刮地球的感觉！我鱼上来了，我好像看到鱼了！来呀！我先看鱼！我天哪！呀！你还能把我拉下去是咋地？我太刺激了吧！我腰疼。天哪！看鱼啊！再薅一下，我看到尾巴了。哇，鲟鱼！这么大的鲟鱼啊！哇，慢点，慢点。哇塞，太过瘾了吧！哇塞，这么大的鲟鱼，好像是毛道的。我说这么大劲儿呢，来，小哥，帮我摘下鱼，这个能拿上来吗？500斤是不是最大那条？最大的鱼这3条的，这还不大？哇，这条鱼好长呀！来，慢点，慢点。老板，你这条鱼得有多少斤呢？这么大！老板，你这条鱼有多少斤？60-70斤，这还不算最大的，还有更大的呢，好长呀！回鱼，200刀手，太过瘾了！天哪！哎，来口了，终于，我就说来口了嘛！啊，我看看你倒是有多大，真的是跟谁俩呢？别拔河，兄弟，稳住！来，给我留个空间，我上去溜他。天哪！这么陡的一个坡，哇，看看是不是正口，哇塞，来，哎呀，让我站在地面上就有安全感了，来，哎，哇，鲟鱼这么大，哇，看到没，正口，来，第一下发力，然后一定要给它溜没力气，我们再抄它，
哇塞，哇，这么大劲儿！看，哇，看这鱼，老板，回鱼上来了！哇塞，正口，正口，鲟鱼正口！来，找老板回鱼，正口！哇塞，没劲儿了！天哪！哇，看到了吗？这么大这条鱼，过瘾！正口，啊、哦，我的腿都软了，这么老大劲儿！小心手啊，小哥！哇，口到嘴巴了，来，这儿给我算数啊，老板！好。老板，200到手啊！今天钓的都是小的，我跟你说，大的没大的根本就没钓起来。还有更大的？你上的都是小趴菜。我去，还有更大的！好，我倒要看看有多大鱼能给我拉下水。让我们接着。终于，哇，刚才抬起来，啊，不行，哇，他抖什么呀？他为什么一直抖啊？我刚差点扔了。我估计这条应该是锚到尾巴了吧？怎么这样发力啊？来，让我们看一看，见证奇迹。走，往上面，趁他没有发力，我们先上来。呀，来，哇塞，太过瘾了！哇。哇，看我杆子能不能盯得住这大鱼，哇塞，来，我看看它上来，是吧，我就说嘛，它怎么这样发力，勾到尾巴了，毛的我也不能跑了，哇，哇塞，哇，我的老腰，你就是个弟弟，哎呀，发力了，稳住，你还能把我从这儿拽下去，加油！天哪，小哥哥，小哥哥，帮我抄鱼，没劲了吧？帮我扶着杆子助理，我自己去摘，快！这么大，看，这就是个弟弟。我是大力士，棒了！让我们继续看，今天我们能不能用龙大物钓到他这里边100斤以上的那条。走你，漂亮！哎，有大鱼来了。哎，漂亮漂亮，终于，我就说有大鱼来了，来看这条有多大，哇啊，不行啊啊啊，发力了，哎，怎么办，怎么办，哇啊啊，不行啊，停了，啊，磕到腿了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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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吓死我了，什么鱼，哇，我们来这边溜，帮帮我，哎，帮帮我，哇，天哪，老板，这是100斤的吗？笑，吓死我了，这么大劲儿，这鱼虫劲儿咋这么大，这边这边不发力，我们就给它弄上来，哇，太过瘾了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什么玩意儿，这么大劲，我的天哪，哇塞，不行，发力了，哎哎，滚，你谁都不管我呀，哎呦，谁都不管我呀，这个人缘混的，我这么大劲儿，我腰，老板进不了，你说，哎，我慢点，慢点，爸，老板不要这样嘛，这是，
这老板太坏了！哇哇，这条鱼力气太大了！什么玩意儿啊啊！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！哇哇塞，太过瘾了！哇啊，拔不动！让我看看，哇，这么长！我看到一个影子，好大呀！这条鱼，稳住，别慌。来，哇，好大呀！这条鱼，过瘾。来，哇塞，好长呀！这条鱼，准备上担架啊！哇塞，我嗓子都哑了，从那边溜到这边。我鱼呢？我还说抱一下呢。算200。你还掉不掉？不掉了，不掉了，累死我了。才掉了四个，不掉了，还100多斤，200斤的都没掉下来。不是，反正我也上岸了，还有100多斤的。你等我恢复能量，我明天。你不是挑战成功了，不掉了吧？你等我恢复能量了，我明天再来挑战你。那我等着你来盘我啊，这么大的，能掉下来是不是？我去，太可惜了，这50-60斤、70-80斤的，给我累得气喘吁吁了。我告诉你，明天咱们继续，必须把它这里面的百斤巨物给搞上来，收杆回家。点赞关注哦。